哎，我今天有看你剪的片，那个好好笑啊、哦！那个我前面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我觉得 你前面超干，你赶紧喝两杯。陈大爷一直在那边喝，陈大爷一直在那边什么没关系，你继续搞，你继续搞，没关系，你就继续搞。我在往下靠，打算试一下，我直接先靠。哎、欸，我今天跟我舅妈台上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遇到一个人一直说什么，我说什么，我是杀人犯，超狠。什么狠啊？那人有病。这个一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给你看一下我的鸟。我来喽。哦。不是，我是讨厌金角。哎、欸，想跑啊，苏城，苏城，别跑哦！他没打，也没，啥都没有。啊，我知道好玩了，好奇很强。完了，这场应该很快就结束了，又没有东西可以捡了。完了，又没效果了，前面就杀，对不起啊，唐太君。行行行。哦，你被看到了。除非你是德赛，不然都不算开战者。我上了，我上了。上。啊，看一下是中立的兵了。你先上、哦，给你吧。点无尽花会引线。但是我帮他妈帮你好不好？我来了啦。怎么？哎，我还说吃兵呢、欸。哦，你没有杀掉他。好好，你收。怎么我收？我根本不知道还哪。给你有了表现的机会啊！有了。表现的好。你看，你看他那个翅膀超帅的，哦，好喜欢哦。这是什么？怎、欸、么那么多了？一直伸你吗？哎、欸，好酷哦！他一直伸呢。卵子。他一直伸是怎样？他不会生育力好啊。欸、虚空女皇哟，他是虚空岳父。好难听啊、哦！虚空受精卵。虚空代理孕母，虚空代理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好、哦，抓人哦，港警来抓人哦。老港警了，守了港警。我这样，我要连续两天吃好料，我这样好爽。你又要吃什么了？我明天吃肉吃饭啊。哎、欸，好吃。结果，啊，感觉一个月想要订好吃。好吃吗？我也是很吃。就是。还算划算，我觉得。点金都会划算。Fuck me！ 灰焰，这也是蝙蝠。我看到了。这也是蝙蝠，你们救我！飞了，快点！这也是蝙蝠，你们救我了！嘿嘿。哦。妈的嘞！妈的嘞 ！Three， 动动动动。妈的嘞！好强哦，伟业！哎、欸，不是我推你，你要说谢谢啊。我请你吃铁板烧。好、啊。欢迎小的，谢谢。那、啊、你可以想吃什么？你要想吃早餐就好了。今天他早餐都只喝牛奶。对耶，牛奶的。啊，牛奶的。人生好无趣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吴俊要走，我们去吃好吃的早餐。我早上喝牛奶。啊你啊！人家不能从这里飞出来。你们打架不打架算了，你要回去。我要回来。哇！我把这眼拆掉来。上了。别打，我走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插到那里去了？我还是打不赢。你打不赢。他打不赢你。就是不给黄金跑、欸。跑过来了。没有你的事啊。阿里奈无几雷水银丝带。我怕被。我吃了八龙了，我就不吃了。我就怕被晕了。那小了。我就怕被晕，怕被夹。
我刚被晕了五秒哎、欸。Flashback。哦，就他的那个鼻炎的那个，哦，那个很可怜。高雄落后地方哪会有科技？哦，好久。啊，杨梅队。哎、欸，上头。你现在说什么？停机破坏者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刚完全忘记我水银时代。可是我自己出干嘛？干我平常真的很少出这种。哎，为什么我就遇过那个潍坊的狗啊？那个名字。你什么都遇过？对啊，十八龙啊，那个人在拆，拆下了，赶快十八龙啊！走啊！哦，有鱼，有鱼！请打人。哦，虚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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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下上我！你瞄我一下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瞄那个哇！上我！那个 W， 哎、欸，走！你死定了！单面！哇，这改用了耶！出围城，不要跑了，围城！妈的围城！我帮你卡一下，差点被他反杀、欸！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！我吃掉这个耶！赶快刷致命术！你要玩纳米哦？哦，你要玩那只哦？哦，什么都太可惜，这种全部太可惜，他不在辅助里面谁啊？他就不在辅助里面吧？但他会在 AD 里面哦。他在 AD。可是因为最近因为都一直混淆啊。白痴哦！你直接用打字的找，你是不听？你看你每次都不听，然后都在做错误的选择，这是你的人生，懂吗？不听老人言，对啊，大龄岁。好，那我知道。妈，怎么这在笑什么？你说什么吵架？大家都在等你耶，你好意思啊、哦？对不起。说好的十点呢？对不起，我还在等你打，等你讨论报告，嗯？啊？你有想讨论的？干。然后结果嘞，就跟我说你在拉塞，啊？他才刚出来、啊，他没讨论呢。好意思哦。你好意思哦。你现在在情绪勒索我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那、啊、我说对不起的。我说不客气，对吗？你看，他说不客气啊，就对不起嘛。嗯、啊，如果道歉有用，这世界上就不用警察了。不要塞梗的废物。我做法诅咒你。那在哪叫？我用那个巫毒，那个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家有哎、欸，我家有巫毒吗？戳你的肚子。你要帮我剪纸吗？你要帮我抽纸是不是？我戳你的斗宅那句、啊啊啊。好痛！好痛！哦，你思想有问题，你思想有问题，你思想有问题。你在他下楼梯的时候偷偷戳他膝盖后面那个地方。妈的，我就已经摔倒了，你还要我下？你还要我的那个？欸、我已经跌倒，请那个尾椎在痛了，你们再有没有人性？我自己，那我说，你趁他拿自助餐的时候去戳他手肘后面那个地方，抖一下，翻倒，我再把那个菜全部撒在地上，对啊，然后就马上就哎、欸，这个人就彭元俊，下次不让他进来。感觉没有病，你们是有病，你们的思想要装大便，是我直接戳你的尾椎。他买饮料的时候你就。掰他的筋，你在帮我抽骨髓是不是？还戳尾椎嘞？你有病吧？你让我吃个药，还是我戳你的阿基里斯腱？好痛！妈的，我膝盖十字韧带已经受伤了，要继续戳。你拿发夹夹住他的阿基里斯腱，超痛！我夹过，超痛。为什么你会夹过啦？因为我之前不知道看日剧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是有人就是拿发夹夹阿基里斯腱。夹边阿基，然后那个人就超痛，然后在地上抽，然后想说干有那么夸张吗？然后就自己夹了一下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变多，应该可以的。他插眼了，啊没有在怕的啦，走。在哪？缓，怎么那么缓？好了吧，我好狠。比拳攻，碰超久的，离你还几个嘞？闪现哦，你以为你很厉害哦？但他控还控了太久了吧？我直接帮你放一次走，快点！
你在哪边呢？你可以休假来玩吗？然后戳你的豆仔，我借你啊！然后戳你的豆仔，什么演唱？哎，靠背，帮我一下！哎，干点屌是不是？哈哈！我傻屌！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我先老干，我先老干，你关在这边。哎，有关呢、欸！啊，哪里？还在上面，还在上面，还在这里，他不见了，他走了，他应该回了。哎，给我一点。满血啊！刚卡还是在上路吗？我看错了。啊？刚卡还是在上路吗？哎、欸，你小心一点哦，我去。他有倒掉啊！我不敢乱撞。现在没有了哈。他还是有力气。嗨！你这个血量闪现干嘛？没有啦，没事。你等我，满血。好痛哦！他好痛哦。怎么会玩成这样？你们是三打二，你还有关系？你被被那个吴京玩，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，应该不是我的问题。你没有问题，他妈吴京，你神经干嘛？不是有一个虚空生物？你管他，你的坦克嘞！你有一个虚空生物，你陪我靠那个菲欧拉的死了，我凯旋，我可以帮你晕那个卡利斯，我们都不会死。那你帮他怎么死？You fucking retard！ 我刚才说过什么？我刚才说过什么？哎，我去拿 TP。两千拿，先拿，你不带不带？哦，不行啊，有冰剑又关。哎，对，关太肥了啦！是呀。亚叔，看到这什么闪现？哦，这什么闪现？该说不管他们，不管。我五秒钟级，五秒钟级。他应该没并肩，他没并肩，你可以直接上去抄他们两个，对，就是那样。抄！再抄！哎！打得好，亚叔。不要把他打掉，好不好？他超级混，他超级混。你刚刚真破音还是假破音啊？假破音啊，肯定的。真的很赞呢、欸，超级混，超级混呢。抖音好玩。我死！我来了。对，等一下，我没带，我闹地，闹地。卡利斯，英雄救美。Yeah, let's go! It's fucking dragon. 等一下，吃这种，赶快吃。哦，他一跳下来，我们两个直接蹦哎、欸，两颗原弹蹦哦！哎，亚叔不帮我卡那个卡一之后，他打了我2353哎、欸，这是我们刚才哎，靠背不是这样卡的啊！哎，庞俊，庞俊生日快乐，是今天吗？哦，对啊，是。哎，庞俊生日快乐！哎，庞俊生日快乐！庞俊生日快乐！有关那个预判卡可以吧？他在这里耶、欸！我刚才为什么笑？我先把你撞上去啊！好，如果你有撞到，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对啊，像这样，拉开，干，你没啦！快走！你看，我就跟你说，他的缓速在冲过来，我就死了。然后你叫我去点他一下，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？哇哇！太气啦！你们怎么死过来啊？我被当 butter 骑。哦，这个我没办法，你死太快了。老牙鼠了，完全听不到。哎呦！这关着就不能那么肥哦。对啊，彭俊，这样我不要祝你生日快乐。
不是，这跟我的生日没关系。对，当天吐字我是没有关系。你生日带来一个他妈一直送的牙刷。等一下，我等会。